流行一个运动，叫做什么运动，你知道吗？年轻人带动的风潮，银发族也要跟上流行。永和老人会在今年的年初就推动这个环保的这个餐具啊、哦。那么我们这次实际有提到无痕的饮食非常好。那么这一块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会员对这个地球也尽一份的这个责任。无痕饮食的观念给我们，我觉得这个推动很棒，让我们有些事情没有讲出来，我们一时也没有想到，没想到说居然买一个豆浆居然要耗掉好多个塑胶袋。慈济志工符合桥下减碳联谊，多走路多运动，不吹冷气，共享素食。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陈春淑、叶世春台北报道。